大家其实都觉得没有什么争议嘛，因为你这个烘烤的时间，烘焙啊或者时间其实没有那么好熟，但是冷却的时间，因为这个饼干它变得酥脆变得硬是需要一定的冷却的时间，因为在冷却之后呢，这个糖分可以结晶，结晶的状态下它其实会有比较酥脆的这个口感。可不可以校正它的选择？我们不是喝奶茶会有那个代糖，你用代糖的话，实际上有很多其他的功能啊，代糖是没有办法取代的，因为代糖它主要代替的是那个甜度，但是糖有很多作用，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上色的作用，对，因为糖它跟蛋白质会一起发生美拉德反应，那它自己本身也可以产生焦化反应，那这个代糖它本身是没有办法达到的。OK， 好，那今天呢，来自美食部两分啊。恭喜，四分满分，现在可以闻到浓浓的巧克力香味，所以完成了啊，好的，覆盆子巧克力饼干。